屏东雾台乡旧好茶部落在今天下午传出了风蛰的意外，一男一女在前往当地访友过程遭到了虎头风蛰伤，这已经是这个区域四天之内第二起的风蛰意外。消防局在接获通报，由空勤直升机前往救援，成功吊挂伤者，分别是36岁的女性，她双手跟脚鼻梁多处被虎头风蛰伤，另外一名是36岁的男性，手脚脸多处被蛰伤红肿，还好现在最新的情况，两个人意识清楚，送往医院治疗了。